北京康必得药业提醒您收看下集预告。我建议咱们俩分开一段时间。报不报功，晋不晋级，对我来说无所谓。这是军人的荣誉，怎么能是无所谓呢？于海英，你嚷嚷什么？你于海英，就是一个混蛋。感冒了，嗓子又痛又干。咽喉炎犯了，嗓子又痛又干。试试江中牌复方草珊瑚含片。咽喉不适，江中牌复方草珊瑚含片。大宝 SO 便秘，挺好的。真情永不变，大宝天天见。旱灾过了，方言几百里都找不到草苗。多亏了邓村通电话工程，一个电话搞到了100万株草苗。真幸福了，家里的娃儿出门打工，赚钱的机会也多了。喂，要好好的干哦。以前嘛，我手再巧也改变不了生活。现在外国朋友都上门订货了，感谢村村通工程。沟通改变命运，中国移动通信。电影是我的工作，驾车旅行是我的爱好，当然会有人陪伴。他比男人更牢靠，三角轮胎，我的伴侣。三角轮胎，一路爱心，驰骋江夏。水微茶之母，沏茶之水，井水微笑，江水微珍，山泉微上，农夫茶，于山之巅，于水之源，祖母的上等好水，泡上等好茶。农夫茶，好水好茶，好人喝。